江宏杰五号宣布不愿爱怀二胎的喜讯，透露目前老婆已经怀孕6个月多。他兴奋表示，虽然现在宝宝提早到来，我们也都非常开心，非常期待迎接他的到来。他们也透过经纪公司表示，是小爱的前世情人报道，揭晓二宝是个男孩。江宏杰在网上写下发现二宝的经过，说某天送福原爱到机场时，太太突然说身体不舒服想吐，他当下心想怀孕了吗，并二话不说去买验孕棒，直接在机场厕所验，确认真的有宝宝了。他表示原本想让小爱多休息一段时间再来考虑二胎，没想到宝宝提早到来，夫妻俩也十分开心。如今现在小爱肚中怀的是男宝宝，加上目前1岁多的小小爱，即将组成好字，也让众人羡慕不已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